给我的，给他的呀。还有我的呢。哎，我还有。进货来了，我们这是啊。谢谢谢谢，行了行了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哦，剧本啊。好，好，一会儿我撕了它。你别撕，人都人都看见。还有，哎呦嚯，好太太，你谢谢谢谢啊，太捧了啊。还有没有送东西的啊？来吧来吧。哎，感谢观众朋友们。哎，我又上来了。对啊，有点汗颜，说的不好，占用大家时间。哎，你干嘛轰我下去？可能是说了50多分钟，真的，啊，我不知道这么长时间。就是啊，我爸跟我说说想结个手，让我多说会儿。嗯，我就这是一上岁数结手的时间长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，瞎说。尤其这个节目说让我跟我爸在一块儿说，我更不敢胡说八道了。你尽管胡说八道。哎，你看岳云鹏他们都说什么了那是，啊，哎呦，我这德云社我扶的几个人刚才那节目都出来了，哦，张鹤伦啊，嗯，烧饼啊，岳云鹏，这都我师哥呀。对，最擅长就是不说人话，哎，是吧，长得也没人样啊。对对对，嗯，尤其我岳哥啊，嗯，我就问过他，我说哥，这个人家都说这人是猴变的，你是不是猪变的呀？是吧，啊，你发现了，啊，对他，反正我有点好奇。嗯，人说的好几个人，他们叫什么组合？小小肥肉。小肥肉啊，也不知道谁给起的。嗯，啊，我以为这都得是在上一代才能，我以为我师父是小肥肉呢，平时啊。你师父是老肥肠，都占一肥字儿。嗯，他们让他们下去吧，歇会儿吧。啊，也好好歇着，让主持人也都歇会儿吧。对对对对，他们话也挺多的。嗯，把我们爷儿俩换上来。嗯，我真的站我爸身边，我语无伦次。哎，不至于。真的真的，我们家都有这规矩，我就这么跟您说，我跟我爸，比如说我要给我爸打电话，甭管离着多远，我都得站起来打。嗯，因为信号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跟我客气呢。那是应该的，信号好也应该站起来，这是家规啊。啊，看着我爸爸，真的，您看我现在我这浑身特别不自在。哎，你是不是踩电门上了？没踩电门，知道吗？我怕您踩我。哦，嗯，真的，但是有什么说什么，爸爸啊，我今天。当然，这么些观众今天也是好日子。对呀，啊，今天是孩儿的这个生日，就是孩儿生日，这也22岁了，长大了，22岁，长大了，这已经到这个法定的结婚年龄了，可以了，嗯，可以了啊。您看，您是把家里这户口本就别藏起来了。我很盼着你能交个女朋友啊。是吗？哎哎，咱好好说啊，喊爸爸那个还可以，喊公公我是跟着哪个皇上的？对。你不能因为看上我儿子，你把我喝出去了，是不是啊？谁喊公公的？晚上一会儿我教育教育你。哎，入了他们的圈套了。对对，他们给我套住了。嗯，也没有。人家他老影响节目进程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就不知道说什么，哎，真的，因为说什么呀？我跟我爸站在一块儿，郭老师为什么好多人都说郭老师？你说捧哏不如逗哏呀，郭老师捧哏老抢戏呀，没办法，名气呀，实力您都在这儿。好，您往台上一站，大伙儿老觉得这个台就为您倾斜了。那可能就是真歪了这台。啊，不是，这实话啊，儿子，我绝没有恭维您的意思。啊，那是，对不对？您看我今天说这番话，是不是就算是今年的生日礼物了？这就过去了啊！对对对，明年再说明年的。行啊，我儿子拿钱真不当钱啊，当命。嗯。我日都随根儿，日都随根儿，是吧？啊，好多人都说，后来也有人夸我，管我们都叫什么小鲜肉。那好，好听。不敢，不敢。我说实在，跟人家比不了。那人家长得都多帅，一个一个的，是吧？你说烧饼他们呀？烧饼，
烧饼是差一点点。烧饼现在其实比原来强多了。哎，对，烧饼小的时候呢，真是没法看，列位。我那会儿老说吧，这孩子站院里把狗吓一跳。真的。现在狗都练出来了啊，先练。那会儿我门口有一个疯子，老拿硫酸逮谁泼谁啊，跟烧饼走一对脸，哟，这泼完了。嗯，那就长得就多丑，嗯，是吧？但是现在真减肥了，哎，健身了，哎，我们俩又瞅又丑啊，哎，对对，丑瘦丑瘦的，那是多难说呀，啊，是是，他还是个瘦，哎，不是他什么，那行了，哦，我你们都是坏孩子啊，是师傅教的，哎，这个我师哥这人啊，烧饼这人，嗯，说实在不错，你瘦完之后你有毅力啊，嗯，有恒心有毅力，瘦下来之后打远一看也不错，好，可能看着跟张云雷也差不多，可能你知道吧？差远了，是吧？差远了啊，头型这都很相像，嗯，很相像，反正都挺好，嗯，都是我哥哥啊，这一会儿上来那几个孟鹤堂，张云雷，这也不是外人，怎么就碰着你们店门了？是怎么着的？这爱谁的都有啊！啊，这手机漏电了，一说哦，你看，张云雷，这个我们家有这个辈分，算我舅舅，嗯，对吧？沾亲戚。对，但是我没管他叫我舅舅，嗯，一块长起来的吗？对，那就跟我哥哥没什么太大区别。好，哪儿辈儿就下来了，这是？对，真这样吗？嗯，就那么玩，有时候也管他叫儿子。哎呦，这都是我们。好，又长一辈儿，嗯。对，原来还得低，嗯嗯，总一块玩，是，总一块闹。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块您看就有这种。共同语言哦，跟您在一块儿可能反正稍微差一点，咱们之间有代沟了。对对对，嗯，因为什么？您看我们看的，我们玩的，您都没看过，您都没玩过，不明白。您说您爱好什么？我就唱戏说书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我爸爸爱唱戏，嗯，我师傅也爱好，我师傅爱唱摇滚，对对吧？我岳哥也有爱好，耍流氓，哎，啊，他那可不是爱好，他那是家传。哦，对。是吧，嗯？我也希望咱们家也能传承。咱没有这个啊，这个，咱们家正经人啊。对对对，他就不是正经人。嗯，于老师派来的，你看没有，嗯？他们都是坏人。嗯啊，我们家是正经人，我也想找个爱好。好啊，玩点什么呀？对，这个我们这儿有个演员，刚才主持人侯震。嗯啊，侯叔都认识啊，都管叫侯爷。嗯，侯爷教给我，你得玩游戏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游戏多好玩？拿过来一看，是吧？甭管是网游还是手游，是吧？都拿过来，充钱，充钱那就好玩，一好玩。侯爷这嘴就是个棉裤。对，你这玩意儿，一嘴的嘴啊。对，好，这话真不好说，嗯，你呢？嘴里有头发，嗯，啊，老推荐我玩。他好这个呀。小时候我爸没少说我，嗯，玩物丧志。对，来玩这个。现在您说不上我了，嗯，人现在人都有电竞。哦，什么叫电竞啊？您看您是跟我有代沟啊，电子竞技啊。哦，这叫电竞。哎，游戏玩的好了，我们也能为国争光，打比赛如何如何的。就这个玩意儿还能打比赛呢？呵，你看您不知道，跟运动员没有区别。呵，你看没想到的事情。没想到吧，嗯，这以后我打算我也奔游戏方面发展。哦，行不行？那啊，我也发展。谁拦得住你啊？是啊，我也参加电竞比赛的啊，对吧？先挑个游戏吧。好，什么游戏能参加电竞比赛啊？嗯，我看最近挺火的，旅行青蛙，是吧？哎。我参加电竞比赛是不是？我你等会儿，看我手法。等会儿，人不是玩这个参加比赛吧？啊，你说的不就是那个我瞧见他们有时候好多人那河吗？哦，王者农药，你说这是，啊？不是，就是玩，咱不懂这。是是是，他们都能比赛啊。对对，荣耀，啊，那也有比赛啊。有啊，也有比赛啊。哦，我们这跟他不一样。嗯，我看这旅行青蛙，我给您讲讲啊。好啊，您也学学。我呀，这好，这赚钱着呢，这个啊，哦，这还赚钱呢。当然了啊，咱也研究研究。嗯，这旅行青蛙是一什么逻辑啊？就你养一个这个小蛤蟆，嗯，是吧？小蛤蟆，这是您的宠物。当然，有的人怎么想不一样啊。嗯，有的人想这是我儿子，那他就当妈妈当爸爸了。有的人想这是我爷们儿，哎，这就是一个野蛤蟆。他爷们儿都绿了。你这玩意儿对吧？是吧？哦，你每家的日子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那咱就不管了。那是，人家生活过得去嘛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各式各样都有。嗯，咱玩啊，玩吧，玩啊！这小青蛙为什么叫旅行青蛙呀？为什么老出去旅行？净出去野去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三天两头不在家。哦，不在家，他在外边一点信儿不给您。哎，别说，还也寄个明信片什么的。哦，代表没丢了。对了，嗯，哎，在哪儿照张合影，跟这景物夸，设计的好。对，您跟家看。但是您想，您只能
在家里看见这小青蛙啊，他出去旅行等于您就看不着他，没法跟他互动啊。他就出去玩去了。您得盼着他回来，早点回来吧。那不行啊！啊，您说这话他听不懂啊。哦，怎么办呢？这小青蛙是一吃货，他爱吃。这小青蛙是侯震。那别让他回来了，那别让他回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给他做好吃的。啊，做好吃的。做好吃的。来，我看看考考您有没有这个玩游戏的这个潜力啊？你说说我听听。听这个啊，嗯，就是说，比如给小青蛙做吃的，嗯，做了这个烤饼，嗯，做了小麦饼，嗯，还做了三明治，嗯，您猜做哪一种食物这小青蛙会回来吃？三明治。不，您不能说您喜欢吃什么，您小青蛙就喜欢吃什么。我喜欢吃烤饼。哦，炒饼，炒饼不行，炒饼不行，那就，那我给他弄小麦饼，麻辣牛蛙是吧？就说他吃的是他舅舅，对不？我一会儿先把我舅舅吃了，我说，啊，知道吗？这不都不对。那小麦饼也不行，烤饼也不行，全都不对啊。那怎么才能回来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告诉您，记住了啊，说您准备了烤饼、小麦饼，还有三明治，准备哪一种吃的，这个小青蛙会回来赴宴呢？说的是呢，哪一种都不会回来。对，没有规律，他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那你问那三样饼有问题啊？这个啊，就是混淆一下您的视听吧。那我还是别玩你们这玩意儿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这好玩着呢啊，好多姑娘都喜欢啊啊，这起的名字好听极了。叫什么？对吧？那甭管叫什么了，我就随口一说啊，跟没关系。哦，你们这都没准啊？啊，都没准。就是游戏好不好玩？所以还听着倒有意思。电竞啊，换一个。我还有别的游戏，换也能玩。换新游戏了？新游戏啊，嗯，恋与制作人，那个。这游戏多好啊！这个，这个没听明白，这个不知道是吧？好多人，好多。刚才你这一说，这我看好多妇女们都不是，不，这中年少女们都跟着。没，这中年没有少女了啊！这些个人都玩过，哦，啊，什么妇女制作人？不是妇女，啊，恋与制作人。哦，以恋与制作人。对，恋与制作人，嗯，就里头有好有四个小男孩哦，四个小男孩有这个许墨啊、白起、李泽言，还有周奇洛。哦，却一个都没记住啊！那都没记。白起是不是开啤酒瓶的那个？不是，空瓶白起了。不，跟那。要不就是上厕所没有尿，白起了。您这，请原谅我的单纯、善良和坦诚。要您这么说，那尿炕上也叫白起，对不对？白起了啊！没有，跟那没关，人家叫这名儿。是是是是，多好听啊！啊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啊。这几个人 啊，许墨、白起、李泽言、周奇洛，嗯嗯嗯，您甭管记着没记着吧，啊，就这四个人，对，这游戏咱也得玩啊，可以啊，咱得接触，嗯，问题来了，说您，比如您，嗯，重病在家，哎呦，还这好事呢，这是好事吗？这个啊，就这么说，没人关心您啊，哎呀呵，哎，我跟我妈，我们都出去玩去了，你还是好人多啊，对对对，这时候，嗯，门突然被人敲响了，哦，您猜，哎，是这个许墨还是白起，是李泽言还是周奇洛，谁敲的门？白起来了，不能白起不可能来，白起不来，哦，不来啊，白起没来，李卓言，李卓不是李泽言，李泽言啊，李泽言不能，人霸道总裁，人能看您来吗？那我猜不着了啊，猜不着啊，告您记住了，谁回来了？小青蛙回来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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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儿的事儿去？是不是好棒棒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好呀好呀好呀，这啊，您看我这你这不怎么样，这个不怎么样，这还不如岳云鹏的胡唱那个了啊，其实我们俩都差不多啊，创作环境都是一样的。哦，这样 啊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他不叫玩意儿？你这是忒不叫玩意儿。我听您的爸爸、啊、我给您找一玩意儿来。有玩意儿啊？您等着，你是把小青蛙给我叫来吗？对对，小青蛙。哦，这都是有邪教风采的演员啊。哎呀嚯，孟鹤堂，你的家属来了啊，这是爱谁的都有啊，嗯，可了不得了啊，北展门口卖花的家里供着我的牌位，放边上，放边上，你怎么了那是？哎呀，要坏啊，快起来吧啊！你一跪下，那帮闺女都跟着跪。这是你们，这是给我上坟来了，这是啊。嗯。哎呀，孟鹤堂家庭幸福啊！你把那个往这边挪挪，要不挡着前一排看不清楚。前边那个看不见了啊，看不见了。
现在呢？现在呢？哎哎，来，那妖娆哥快回来。嗯，剑气浪荡的。嗯，感谢大家伙啊。嗯啊，刚才郭麒麟说了把我叫上来。是的啊，上台来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啊，我的名字叫孟鹤堂，我徒弟。不用鼓掌，不用鼓掌，真的不用鼓掌啊，不用。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哎，后边拿手机的不用鼓掌。哎，不用鼓掌，不用鼓掌。哎，不是，二龙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要点脸吧。这是我的搭档啊，叫周九良。哎，你再看看我，再看，再看看。这是我师傅啊，我师傅。底下那只猴也是你带来的？不是，我以为您带哨来的呢，吓我一跳啊！啊，这是我师傅。嗯，啊，子不言父姓。啊，我师父叫郭德纲，啊，这不说不言父姓吗？连名都说出来了。啊，拿我师父来说，教我们很多。啊啊，我就跟我师父学习什么传统艺术。嗯，啊，相声演员应该学的什么太平歌词啊？嗯，对不对？评戏呀、啊，基本功嘛。啊，唱歌啊。嗯，唱歌你也会啊 ？B-box。啊，这都是跟我师父学的。你瞧瞧，真的。嗯。我师傅会的多，嗯，也不全行，有的还行。那你刚才说那个呢？那个 B 什么什么 box 的那个，还能播吗？听着耳声啊，听着有点耳声，耳声是吧？耳声，嗯啊，其实我是您就说是您教的，这都是我教的啊，显然您会的多嘛。那是。啊，其实不是跟您学的啊，跟谁？跟洛桑学的。哦，啊，洛桑大家伙都知道，是啊，人家那会儿不叫 B-box， 那叫口技，当初都这么说。对了，人家那个鼓声不一样。哦，我跟您学一学，来一个听洛桑的口技。啊，动物世界的解说啊。哎，小帽啊，听这个觉得你肠胃不好。还行还行啊，嗯，这是洛桑啊，人家还吹那个小号。哦，那我给你学一学，学小号怎么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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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这个好。嗯，后来才叫 B-box。 哦，啊， B-box 打出来就不一样了。有什么区别？真实的多。哦，那我给您试试 B-box 什么样。嗯，几个月了，有反应了哈。我好像刚才把那点吸回去了，好像。啊，自给自足。嗯，这都是我师父教我。这教不了你啊。我对这些个有节奏的东西比较感兴趣。哦，艺术上是讲究节奏的啊。你看师父教我这些东西都是有节奏的。那当然了啊。你比如说传统的太平歌词，那必须有节奏。有节奏。嗯啊，太平歌词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，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哎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。需要吸氧吗？您看，都是在节奏上。是是是是啊，对不对？都得有节奏，都得有节奏，错不了。评戏也一样，评剧你也会啊？也得有节奏。哦，啊，评剧，嗯，
胭脂粉好比那迷人的药，蜜糖嘴好比两把杀人的刀，芙蓉面就是这个高斯的棍儿啊，小金莲好比这个恶毒枭，杨柳腰如同是绊马的锁，风流眼逼我走上独木桥，烟花院好比这个森罗殿，红菱杯就是这个玉监牢，一双玉腕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个娇，管他张王贺李昭，鸳鸯枕上换娇娇，回不听家宴的苦寻娇，任意儿胡为我乱赌飘，直说你花容月貌人俊俏，却原来貌美心毒虚情假意内藏刀。都是在节奏里，有节奏啊！唱歌也一样，好，唱歌也有节奏，唱歌也有节奏。哦，啊，我给大家唱一歌啊，节奏感很强的哈。哦，是吗？节奏感很强，唱歌。就算大雨让整个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，受不了看到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哦哦哦哦，有节奏。最近没做体检什么的哈，刚检查完。啊，你看开始有节奏的吧，什么歌都可以啊，什么歌都可以。那个忐忑没问题，有节奏。啊啊啊啊啊！他也有例外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时间多歇着，少看日本电影。师傅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万幸是个孩子。嗯。那我师父来说确实教我们东西很多，嗯，对不对啊？而且呢我师父也教育我们好好说相声，对，为了艺术，哎，弘扬民族文化，对，振兴传统艺术，对。哎，那你为了什么？嗯，挣钱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挣着钱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弘扬民族文化。反正是两头堵的买卖啊。你得先火才能挣钱呢，对不对？是啊。然后我师傅也答应我了，嗯，捧我。对呀，捧我。但是有一个先天条件啊，啊，你得一个一个捧。对，别着急。嗯。啊，一年捧火一个。嗯。很幸运，我排才第63个，也快，也快。63个，我师父现在身体还行，是啊，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你是不是漏电了？我就在想啊，如果说，如果说，如果说我能不能活到63？我活到了，还在不在呢？哎，你发音的位置挨着前列腺不远，丹田。丹田，啊，所以说拿我来说，我跟人家，张云雷都比不了了。哦，张云，最近恢复的不错哈。哎，这都是人吗？你说话啊？最近恢复的不错，恢复的很好。啊，张云雷，你现在来说腿脚稍稍有点不利索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有这个原因。嗯，之前跑的可快了，你们都忘了张云雷怎么跑了吧？对不对？张云雷小时候，我们小时候一块玩，跑得可快了。嗯，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玩什么呀？对不对？玩的都是什么山羊画啊，砍烧包啊，对不对？推铁环呢？推铁环那会儿我推铁环，一推哗二里地。你看看，张云雷比我厉害，他跑长途，哗，他比我厉害，他专跑京津冀。
但是人家张云雷其实小时候淘气，嗯，聪明的孩子都淘气，啊，他这小时候老惹老师生气。有一次老师上家里家访去，他看着老师奔他们家去了啊！好家伙，老师快进门了啊！哗，紧跑几步，哦，啪一推门，在老师头里进去了。一看他奶奶坐着看电视呢，奶奶奶奶，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！我怎么觉得这么像三哥呢？这你说的是孔云龙小时候？奶奶。快躲起来，给他奶奶吓坏了。啊，好，你俩一样，日本人不是投降了吗？老太太想多了。还不是我们老师来了啊，你们老师也叛变了？没有没有，上礼拜我请假，我说您死了。嗨，你这臭小子，我藏哪儿？我这哎呦，急死我了！老太太正着急呢，老师推门进来，跟老太太四目相对，比较尴尬，多瘆得慌啊！当时老太太太聪明了，嗯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哦，那个老师，您别害怕，今儿啊我头七回来看看。”去你的吧！说的这是张云雷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张云雷小时候是不是这样啊。哦，突然就发现底下蠢蠢欲动，一大帮人都站起来了。莫非说你们是张云雷的粉丝吗？哟，可了不得！张云雷，你赶紧来吧啊，有人找你。嚯！后台来俩人，来帮他收东西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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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快去。哎呀，来俩人扶点张云雷啊。可了不得了，嗯。哎，说相声说成这样，你也是欺了祖了，还讲理不讲理啊？哎，这是给我的。我的天，你们在哪儿抢的那花啊？行了，快坐那儿去吧，还说不说相声了？快来帮人管管这帮妇女吧，看你们回家跟男朋友怎么交代。没有啊？哎呀，好家伙，这帮女光棍儿，嗯，那是给我的，就那么个破玩意儿给我的。他告诉我这个是给我小儿子的，你看了吗？就我这点人缘啊，真是的啊，那么大个兜里边装这么一小玩意儿。行，你走吧，去吧，哎，去吧。别去别去别去，嗯，哎，好，孟鹤堂也没了。孟哥，你生气吗？一点都不气。孟鹤堂，我都要吐了，这俩妖孽！回来，孟鹤堂，来给你块糖吃啊。嗯，回去吧。哎，这太矮了。嗯，我这一晚上好多名字，知道吗？嗯，郭麒麟上来我是爸爸，张云雷上来我是姐夫啊，可了不得，趁八个外号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嗯。嗯什么嗯啊啊，好 Q 好萌啊，你滚蛋，躲开我这儿。他叫张云雷啊。谢谢。张云雷是我徒弟里边来的最早的了，嗯，这是我第二个徒弟啊，他来的时候才这么大，
后脑勺梳一个小辫儿。特别小的时候，德云社的演出，我是最后一段，他那会儿就是倒数第二个，因为除了他，别人谁也没法在那个位置演。啊，从小一直没想到现在长成这么大了，这个你们这么多人喜欢的，我很欣慰，很开心。他能有今天这个状态是个奇迹，因为可能有的观众不太熟悉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场的时候，大家都往外走，唯独张云雷看着比我那个身份还高贵似的，缓缓的慢慢慢慢走哈。他倒不是耍大牌，他那个腿没好利索。嗯，去年张云雷出点小状况，可能有人不太清楚，我们也不愿意多说。是这样的，这是不愿意多说吗？德云社除了北京城这七八家小剧场之外，我们有南京德云社、长春德云社、黑龙江哈尔滨德云社、澳大利亚墨尔本德云社，国内这些德云社剧场呢，我们这个八支演出队伍啊，是加上青年队啊，是循环演，在这个剧场那个剧场，张云雷属于是八队，他是八队的队长，他们的队就轮换到了南京德云社演出，然后呢一块儿喝酒，张云雷喝的太多了。喝完之后呢，送朋友打南京高铁站，有一台儿打上面走下来了。那个台儿呢有十余米高，就等于打这房顶子上面就走下来了。可能这个一步稍微迈的大了一点，就掉地上，啪！当时就溅的满处都是，送到医院把我们吓坏了，大夫也吓坏了。大夫说这十多米能。我们不敢保证，因为昨天有一个擦窗户一张椅子下来摔死的啊，但是呢没想到他很成功啊，他又站立在舞台上了，生命的奇迹。嗯，我也是没办法哦，我都说了我排老二，对呀，都没捧我怎么办呢？跳吧，这孩子也是要强啊。关键是我下来的时候，我是设计好动作的，旋转360度，我应该落地，就这样。哎，哈哈，结果呢？结果我就这样。那样了是吧？那样了啊？恢复的还不错啊，挺好。可能熟悉我的大家都知道，我这刚才师傅也说了，打小是先学的唱，学太平歌词。太平歌词，嗯，我刚才听孟鹤堂，不要脸的玩意儿。哎。那叫太平歌词吗？啊，他那是太平间学的。你那么瘆得慌。嗯，太平歌词，他刚才唱了一段什么？他唱的是白蛇传。白蛇传，对，那白蛇太平歌词白蛇传是那样唱吗？怎么唱啊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我试试啊。啊！你别会折了一会儿，会撒一地铁钉子，其实扎脚。嗯，其实各位，我今儿封箱了，我想说点实话。哎呦，这一年没说实话了啊，非得敢封箱说。对于唱上，怎么您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唱的不错呀，真的，一般。真的，各位，我跟你说的实话，就是论唱上。在德云社，我没有服过任何人。哎，张云，是不是你说完这个话，他们给你推下去了？不是，实话实说，我没有服过任何人。你那干嘛呢？哎，你这干嘛呢？没服过，真是说实话，有时候你看我师傅，有时候在家里边，要是他吃完晚饭，他就喜欢在家里唱戏，对不对？消化消化呗。有时候我要是在的时候，我师傅不敢唱。气得很啊，看着堵得很啊，他害臊，我还知道害臊，啊，真的，就师傅那小脸儿腾就红了，啊，上面那桃腾就红了，你以后少看动画片啊，哼，就是啊，我你这个话说的太狂了，真的，狂吗？狂吗？妖孽，嗯，不是妖孽，这么着，嗯，我唱一个，好啊，我想展示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因为这个唱歌、唱戏、唱曲艺，它是不一样的嗓音、发音位置，哎，没有一个演员全能唱，除了我，真的，也不尽然呐。
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咱青衣呀、啊。京剧你也会啊？哎，京剧因为张云雷当年在德云社的外号叫万宝曲库全书，只要你说出来的歌他全会唱，但是唱戏我是觉得像陶阳那样的才是好孩子呢，你成吗？我就不是好孩子吗？好孩子能摔得那么碎吗？不要再提这个了啊！啊，我可爱说这个了啊、唱一段京剧啊！你要唱京剧啊？唱一段京剧啊？好啊，唱一什么呢？哪一段啊？程派名剧《锁麟囊》。能耐大了你啊！放。这，说谁呢？不错，不错吧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啊！这么说，不光唱得好，脑子也好啊？怎么呢？跟你说，我不光唱什么，我在台上就没忘过词儿。那说明你摔的时候没摔着脑袋，是吧？什么都会啊？什么都会。但是你还需要谦虚一下。嗯，不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已经成了。那个，治疗期间给你吃了什么药了吗？啊，你不能这样，孩子啊！没有一个艺人敢能把话说得这么满啊！我不但满，我已经溢出来了。做你的《红楼梦》去吧！啊，《红楼梦》啊，不像话呀！怎么不像话呀？那你再唱一个，我们听听。你还会什么呀？还会什么呀？哎，不能跟刚才一样，再唱戏什么唱歌就没意思了啊！小曲儿，这么着？我唱的时候，一会儿你们别录像啊，因为我这段没人听过。
知道吗？别往外传。你还有这个？啊、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不要一会儿我唱的时候啊，他唱的太好听了啊，我死了！不要啊！你这是在火葬场练出来的，这是啊？你唱这个，别人还没听过。没听过。哪段？不能告诉你，你不会。你来错地方了。他来对地方了。你说说我学习学习也好啊。赵化台，我问一下啊，是唐伯虎点秋香的赵化台吗？啊，那我写的。啊，你看我还真见着原作者了啊。我原来崇拜我啊，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我写的呢。我原来，那要这样的话，我跟你一块儿，咱俩唱两句怎么样？我得够十年不唱这玩意儿了啊！您跟我唱两句，好不好？行啊！你有乐队没有啊？啊，有乐队吗？有吗？乐队在不在？来来来，这都我徒弟啊！啊，这特别亮的，这是我们电工啊。嗯，快来啊！有笛儿，有笙，有三弦儿。他要唱赵花台你们会吗？会会是吧。哎，弹三弦我徒弟周九良啊，这个大秃脑袋我徒弟王鹤江啊，吹笙的这是。嗯，一会儿您要是哪不懂您问我。太好了，我这人不保守，我肯定告诉你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好的啊。这个赵花台是唱更，唐伯虎唱更，一更二更三更四更那么唱。那咱们就这样吧，你一个我一个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这样就好，你谦虚一点就好。好，那你从一更开始，我来一更啊。好的啊，仔细听我的韵味。嗯，我唱的细腻甜。哎呀，这是个糖尿病的唱法。嗯，来。一呀嘛更二里呀，月影儿照花台，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不上儿来哟，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，但等着罗晚风早早配火下。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唐伯虎对明月止不住的好伤怀，美人哎秋香勾了魂的女裙钗，又傻了。二呀嘛更二里，明月照花前，花香扶困住了多情的唐杰元，痴心的才子我风流的汉，我在那佛前我求了几千年。不见那女天仙，不见那女婵娟，唐伯虎对明月我哪顾得夜风寒，美人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婵娟。三呀嘛更二里，月影儿照花台，月影儿照花台，三呀嘛更二里，月影儿照花台，他又在照花台，怎么又照花台，三月照花台，他怎么还不来？不不，你了，走。退票，
各位运乐队，刚才没给我好好弹，搅和我，对不对？您没听出来吗？三呀嘛更儿里，明月照花台，张玉恩泪在南京，叽里咕噜滚下来呀，医生哎，护士他们全都吓坏，手拿着针和线，急急忙忙缝起来，缝上了左边腮，右腿也缝起来，用麻绳捆大胯，拴上了你的膝盖哟，亲娘哎，祖奶奶，明年跳下我还来，别唱了你。